心狠啊！子胜自小孤苦，自幼父母跟无父无母无异，他是将陛下当成亲生父亲。子胜今日确实是被臣女气着了，才会擅闯御史台。可是，虽法不能容，但情有可原，陛下可以体谅他的。朕打他，还不是因为你呀！记住了，今天子胜挨的这顿打，都是为你而受。 好，那既是为我而生，为何我不能喊停就停？我知道，当初我的确是不够爱他，可如今不一样，我现在满眼都是他，这男人是我的，平时我都舍不得他，舍不得骂，他怎能受这份苦？25、26、27，陛下，三皇子他少数一个。 他数骂了一排，他数骂一排，子胜就多挨一次打。陛下，你看看，你不乖吗？少成，休得在这里胡搅蛮缠。子胜，放开我，放开我！ 大胆，陈少商，奉旨行刑，你也敢闯？子胜，书卷上都说了，子不教父之过。为何子胜明明有父母，但跟没有父母是一样的？没有人教会闯祸，那不是自然的吗？我也是如此。为何明明是父母失职，为何要打孩子出气？陛下。 我们文人尊长，今后做此等行径啊！别说话，朕都听不见了。我还以为当今圣上会以寻找父母不一样，如今一看，不过是如此。你让开！放肆！你敢非议父皇的决断？你给我闭嘴！方才就多打子胜一番，不然一番我没看见。你多打他一番，他就多打一番。圣上又没说轻重多寡，你分明要。 这大爷在哪儿？你们看，少成真的哭了，哭得都嘶哑了。放开！子胜，放开我！在军中，臣妾听闻，杖责之刑很有说法，又看似皮肉纹丝不伤，实则内里筋骨断裂，肢体俱废。 还有看似血肉横飞，实则并无大碍。陛下，这回用的是哪招啊？什么事啊，都瞒不了阿衡，自然是后者了。林子胜，我向你保证，我再也不跟你吵架了。你如此气我，你做这样的事情，拿自己身体跟我赌气！ 你值得吗你？放开，林子胜！放开我！曹彰，在。去，叫那个拦住少商的，松松手，让少商爬到离子生再近一点。要看他招，我不抖，那心里才更难受。是。陛下，你就这般的欺骗少商吗？沈安，你不懂。 将来啊，他们儿女成群，花好月圆之时，会感激朕此时的欺骗。阿衡妹妹，当初你与陛下青梅竹马，你究竟看上她什么了？脸啊！陛下曾经号称锋线第一美，我看如今啊，连脸都不要了。林子胜！
他说什么？这怎么听不清楚呢？哎，说什么？我看陛下不仅不要脸了，这耳朵也别要了。你听不见，你还看不见吗？你看这样子就知道了。他说他爱子胜。是了，那就行了，有这句话就行了，够了。那陛下还要继续打吗？都已经说爱子胜了，还打什么呀？不打了。来人呐，去，让三皇子停手，不要再打了。赶紧把子胜抬回长秋宫，好好养伤。打的是子胜，疼的是朕呐。山，山，难道朕的这一招不好吗？好，陛下只当皇上，真是太屈才了。哎，是啊，朕这个皇上。